家好，我是兰兰。这期视频的话是为大伯母拍的。大伯母呢，她是童养媳，然后她今天想通过这个网络寻找一下，是否能找到她的娘家人。这个就是我的大伯母。你发老虚的哈？不发老虚。大伯母今年，大伯母是属老鼠的，我今年是60岁。见面过我们，哎呀，人家也不觉得老虎。这各个红萝卜没打哈？哎，红萝卜。因为大伯母她普通话讲不来，所以我叫她先大概讲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个五内村的。哎，五内村个九米宽么呀？就是那个村好像是叫华梅村，还是说父亲叫华梅的。然后当年的话抱养的时候呢还比较小，将跑哪天过没周多哈，哎，跑了过没周多，等于说还周岁还没有就抱来了，然后所以说也60年了，今年年过完就61岁了嘛。那他心中一直想找回自己的亲人，所以说我今天就通过这期的视频帮他发布一下，希望大家也可以帮忙转发一下，他很想找到他自己的娘家人，父母是否健在，然后有兄弟姐妹之类的都可以，他就很想有自己的娘家人嘛。大概只知道自己的亲人有可能就在福建。有知情人士，麻烦可以给我联系。这期视频就到这，我们下期再会。